二届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TTSMY 的酒桶肉弹冲击魔鬼附身连环控制赢下团战。己方打野先倒，卡米尔勾锁二段上墙先给一脚，卡尔玛开出精神拖延，等等队友在靠。就是这个瞬间，我们来看 SMY 如何抓住机会连环控制赢下团战。酒桶一记肉弹冲击直撞微波 gaming 下路二人组，瑞文跟上先秒落再追拉克斯，拉克斯护右临阵开启向后拉扯，酒桶看准拉克斯交一技能的后摇瞬间，忽然三闪出击撞到拉克斯，打出闪现之后一记爆破，酒桶将拉克斯打到空血，瑞文再次三段折翼之舞跟上在胸，配合队友收下拉克斯，酒桶果敢开团，气势神勇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京东 gaming lemon 的阿卡丽，团战收割以一串三爆炸输出。16分钟 RA 先手伏击准备团战，我们来看阿卡丽如何力挽狂澜以一串三。女坦逮到开大鳄鱼率先进场开团，维古斯找准脱节时机大招进场，阿卡丽一段飙离杀缭乱，盯准维古斯直接翻墙就要站，卡准时间预判维古斯要闪，提前损武预判二段跟进，瞬间飙离杀缭乱，直接一串三连斩两人，最后再接一记 A 接寒影收下鳄鱼，力挽狂澜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京东 gaming once 的卡兹克，摧枯拉朽无情越级四杀暴走，这小龙团也太混乱了呀，这么多人，怪不得卡兹克能悄咪咪一个人收这么多。小龙血线还有2000多滴，牛头只剩血皮，赶紧撤离。卡兹克瞅准对面撤退时机，趁瞬间三闪嘲讽两人。卡兹克再次越级，先拿盖伦，再次奇袭，收下盲僧，我又越级，四杀暴走，神勇无敌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微博 gaming 凡的奥拉夫，斧头一挥，人龙全收，砍瓜切菜。这加里奥嘲讽两人，辅助也脱节了，龙还有2400血。如果你是奥拉夫，你是选择把龙打完，还是去正面先行迎战？奥拉夫拿龙再说，反正我在草里，极限惩戒鲁莽挥击，小龙拿下。加里奥大招落地，卡兹克残血闪现翻墙逃离，加里奥被麦秒表拖延时机。奥拉夫猜测卡兹克已经绕了回来，被切瞬间石像鬼马上开启，对着卡兹克鲁莽挥击，赶走之后只剩加里奥，控制结束一斧子我再劈。加里奥应声倒地，卡兹克边缘看戏，直接闪现逆流投掷，我还要你，两斧一砍鲁莽挥击拿下双杀，叫你再劈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京东 gaming 啾啾的拉克斯，细节拉满，走位不乱，持续输出赢下团战。先锋团战女坦率先大招进场，我们来看拉克斯在后方如何找准位置持续输出，势不可挡。拉克斯跟上控制一三四连秒杀鳄鱼，和队友站成直线，取光屏障如及时雨。 RA 边打边退向后拉扯，大势已去。注意卢锡安的这个眼给了他关键信息，拉克斯走向墙壁，忽然翻墙一闪定住两人，瞬间无敌。最后队友跟上连斩两人，所向披靡，拉克斯主动扛塔极限封走位，再次命中一记，细节拉满，铸造传奇。鳄鱼秒了秒了秒了，跟我一下，我接上乌龟避一下，看看照相，注意看照相。干！来，我再扛，没事。打，我出来了，开个赵信没闪。Q了。Nice，推。该去拿行不？小龙能乱吗？小龙应该能乱。OK。